2023末日博士预言，末世前兆几乎全中，全球将遭遇漫长而惨烈的衰退吗？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啊最准确的预言，其中呢提到的危机和灾难全部一一应验。按照预言中的描述，人类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衰退，世界也将陷入漫长的混乱和黑暗当中。预言中呢究竟提到了哪些危机？人类又能否扭转自身的命运？这是一位经济学家，同时呢，他也对世界的走向做出了极其精准的预言，而他也因为这些预言获得了末日博士这一称号。而在他给出的预言中所描绘的未来也并非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美好。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，在美国人对房地产经济泡沫带来的震动感到恐慌的同时，一位经济学家这种既轻松又赚钱的生意啊，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。在过去的9年当中，美国人依靠房地产市场带来的红利，生活
地。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，卢比尼立刻引起了媒体的关注。一时之间呢，这位末日博士成为了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。在一次访谈节目当中，卢比尼再一次做出了大胆的预测，而他对整个世界的未来依旧持悲观态度。在卢比尼的预测当中，世界被形容成为一列正处于慢动作事故当中的火车，全球呢将进入到一个漫长而又惨烈的衰退当中。而且他还刻意强调，任何期望短期内能够改变这一局面的愿望都是徒劳的。除了经济方面的预测，卢比尼还针对人类的生存环境、国际局势以及人口变化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因素呢，与每个人的安危都息息相关，而且隐藏在这些方面当中的危机已经开始初见端倪。在卢比尼看来，人类在2023年将面临巨大的挑战，这些隐患也会在这一年爆发。在十几年后的今天，卢比尼的预言得到了验证，他曾提到的这些危机也都一一显露了出来。与许多所谓的预言家不同，卢比尼的预测全部以经济学相关数据为依据，因此啊，卢比尼的预言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，而这一次的预言呢，同样也不例外。根据卢比尼的分析啊，美国的金融危机将对全球的货币汇率造成极大的冲击，致使许多国家的货币呢贬值。当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手中的钞票大幅缩水时啊，这些资本家便只能将目光投向海外，寻找更大的商机来填补货币贬值造成的损失。而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呢，这些国家的本国经济啊就将遭到重创。而这些国家当中，以欧洲国家的情况最为严重。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啊，对于资本的追逐远超过对祖国的眷恋和依赖。因此呢，当货币贬值时，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海外投资，致使本国资本严重流失。除此之外呢，发达国家的阶级固化早已形成，不同阶层的人很难打破阶级隔阂，这就使得啊，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，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。上流社会的人呢，会将底层百姓视为蝼蚁，压榨其身上的剩余价值也会越来越严重，而底层百姓呢，则会对上流阶层产生巨大的仇恨。当这一矛盾愈演愈烈时，社会呢也会陷入到动荡之中，示威游行事件将会增多，社会秩序会遭到严重的破坏，人们很难过上安稳的生活，劳动生产也将受到影响，失业率和犯罪率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这也将加剧这些国家的经济滑坡的速度。由于经济问题导致的一系列后果也将进一步引发国家之间的争端，美俄两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将让世界陷入到战乱与恐慌之中。现在的俄乌战争呢，便验证了卢比尼的预言。而按照这位末日博士的说法呢，这场战争仅仅只是一个开端。与此同时啊，由于人口已经达到了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，人口密度过大的城市将面临环境破坏和病毒肆虐的风险。随着人们出行啊越来越便利，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全球性的瘟疫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。总而言之呢，卢比尼对于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极其悲观。尽管人们心目中未来的生活啊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美好，但在卢比尼的眼中，全世界将在2023年进入到一个漫长而惨烈的衰退期。不仅全球经济呢将面临巨大灾难，一系列问题也会接踵而至。这样的情况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。虽然卢比尼的话让人感到绝望，但他也表示人们不必有过多的担忧。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呢，任何一段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遭受到一定程度的苦难。虽然大萧条即将到来，但只要撑过这一阶段呢，就会迎来一个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。苦难的环境也会让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和包容，进而变得更加团结。回顾过去的3年，末日博士的剧本啊正在一幕幕的上演，每个人呢也都在不同程度的忍受着生活中的磨难。正如卢比尼所说的那样，如果问题无法避免，每个人就要学会如何相互扶持，这也是如今人们必须要学会的功课。只要撑过这段艰苦的岁月，等待人们的就将是充满光明的未来。